你好啊 ，Cat。好耐冇见你啦。系啊，2018年系狗年，咁我哋属狗嘅个运程系点样咧？嗱，属狗嘅人咧，入到狗年咧，我哋叫做坐太岁。嗱，坐太岁咧，其实就有两个相反嘅建议噶。好多外国朋友咧，以为坐太岁即系翻翻本命年咁解啦，就是、好事。咁样其实我哋中国角度嚟讲，就坐太岁咧，就唔系真系好得唔交关，就容易咧。即係個精力會弱啲啦，容易病啦，同埋咧唔適宜賭博噶坐太歲。哦，咁愛情方面狗仔會點咧？因為佢坐太歲，始終有煩，就唔係咁旺，平平淡淡，平淡是福。咁變咗事業又係平平淡淡？事業咧就主守不主攻咯，要避開呢個太歲咯。哦，啊 ，OK， 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，身壯力健。恭喜恭喜！